喂，好啦，话咁快咧就嚟到喺香港嘅 day two 啦。今日咧我都有唔同嘅任务嘅。咁首先咧，我而家就要去 meet up 翻凌永浩啊、黑吉佢哋嘅，因为我哋会出一个工作坊。我哋转头见。集结耶、yeah, 好啦，准备入去呢、這个听呢个讲座，可唔可以兴奋少少咧？我觉得而家好澎湃，你有冇个热诚啊？对 YouTube 啊？俾啲火嚟，俾啲你要，你咪要火啊！我有，攞个火俾你。YouTube 啲火啊 ！YouTube 啲火。夏天書做咩？夏天書知啦冇。你好，你好，我系马加优嘅俊。你好啊，华俊，你迟到啊，头先。系，我啱啱迟。头先，因为其他人都到咗，你先到。就系咁嘅啦，我哋之前咧就拍呢个欢乐女女女嗰阵咧，阿龙哥咧就喺湾仔度咧就食咗一个特特多麻嘅面嘅。O K， 已经系辣到一个叫做特特多麻嘅程度。特特多麻我未听过，我香港人但系未听过，系啦，啲 fans 咧就一用咧就叫我去试下，但系咧我都想咧你都落去试下，就系咧我哋要食晒成个面。O K， 成个过程。一滴水都唔飲 ，easy 喎，全部嘢飲，應該冇問題，係咪㗎？辣到嚟講已經係一種失去咗嘅味覺喎。我都係覺得辣嗰個領域嚟講，我都覺得 OK， 係啊。係嘛？唔係，其實本身咧，我係唔食辣嘅，一年前係唔食辣嘅。OK， 一年之前咧，我哋拍咗咗個 game 之後咧，跟住我就食咗一次之後咧，我就開始咧再修練，被訓練咗。而家咧我就已經即係冇話食得好辣啦，但係我都想話去挑戰一下嘅。好，好啊，嚟啊！輸啊，咁一定要走到最高峰啦 ，easy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要成為百萬 YouTuber， 首先要百萬 YouTuber 拍嘢。呢個仲唔係百萬 YouTuber 咁簡單，呢個係200萬 YouTuber， 200萬。我哋等佢先，好緊張。緊張。我有啲緊張。Hello。他是阿弟，我是华俊。耶。打招呼。打招呼。好。结束了。结束了。然後要拍照了。你去边啊，华俊？啊，我阿弟咩影相啊？好紧张，啱啱同阿迪拍嘢嗰阵已经后窒咗，今次唔可以再输，应承自己，勇敢啲。Hello， 我是欢乐马介休的华俊，要是在家没事做的话，也是就开着你们影片，然后放什么在旁边听啊听啊听啊，对，很有用。虽然我看了这么多，英文还是比较烂。对对，我觉得还是我看了影片，然后还是我比较想去说，对，还是比如说我记在脑子里，我知道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对我还是没有办法，比较少用啦，对对对对，所以可能没有办法非常的上手，对对对对对，了解。不会，但是我觉得你光是有 input 就已经很棒了，嗯，对，因为你这样子脑中其实潜意识会有个记忆，对，或许你下次看到的时候就比较熟悉，然后慢慢的你越看越多次，就会整个都更了解，对，对，我觉得这样也不错。对对对，就是去 subway 的时候还是 this 对对对的那种。I want this, thank you. Thank you. 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是真的会很需要用到的时候，你会更容易学起来。但是你可能生活周遭比较少会用到，所以其实也是没关系啊，不用硬逼自己说啊自己可能都没有学好，能够帮得上人是最重要的。谢谢，我会继续支持。好，这个咨询就完结，要付钱，这样要付钱。对，那个今天那个终点费收。好，喂，我哋已经完成咗今日呢一个工作坊啦。系啊，耶耶，开心开心，欢欣，百万 YouTube 系啊，你距离百万 YouTube 又近咗一大步啦。嗱，你有冇听阿迪讲啊？唔系为数字噶，不过如果有啊，如果有啊，咁就啲翻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完咗呢一个工作坊之后，我哋就去食嘢。